This year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UNESCO's listing of Kunqu opera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century, the older tradition has become a younger and vitality. I'm here at the Jiangsu Kunqu Theatre in East China's Nanjing City. Let's find the backstage story of the traditional art. And once walking this court, I feel even smile the taste of the traditional art. And let's find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Hey, 你好，请问您是这里的演员还是？是的，我是这里的演员。 那可不可以就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院子？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剧团所在地，对吧？对，是的，是的。那我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院子。谢谢，谢谢。Very likely, and I found an actress here and show me around about the court. 最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院子其实并不是像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么漂亮啊，就是四面都是规划好的演员团啊，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书记室。以前这个一片在，我们老师辈的时候，应该说是老师的老师辈，他们那个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所以当时他们是就住在这里，然后也住在这，也在这里排练。 对，这个时候等于是半个家，应该算那个时候是家，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像这个地方这一排，然后包括那边一排一圈，甚至是我们这个当中的草坪，当时都是平房，都是房子。老师们、演员们就是住在这里吃，然后练功，然后都在这个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俩站的这个门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这个地方大概是我们演员平常会干什么的地方。里面是一个会议室，一间会议室，一般是有领导开会的时候，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发布会，然后甚至我们对台词、演员做排，我们在排练之前都会坐下来先对台词，把该有的。所以现在是有演员在里面吗？那您可以看一下。好，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会议室的门口，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剧组是瞿秋白。 We can show you all audiences and all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are here to practice a new performance here. Let's have a glimpse. 现在是我们现在是休息一会儿，所以我们也会，我们也是年轻人嘛，也是需要娱乐啊之类的。然后，那个是我们演员的女儿，旁边那个是主演。所以现在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其实也会有，咱们的演员有家人在这边，然后也在这边排练吗？ 我们有很多都是双职工，对，像我就是双职工，我先是吹笛子的，然后为什么他那个宝宝在这里，因为他的夫人是京剧院的，然后出去排练了，然后今天小朋友的这个点呢，就是对，然后就先拖在这儿，然后他也在对台，好的，那我们也是不打扰这个，对，大家的休息的时间，对，一会儿他们还要再进行第二轮的这个对排做排嘛，我们叫做做排，先坐在那儿。 然后用语言先去排练，这是我们每次排练之前，就是排新的戏之前都要做的功课。就是排新的戏之前，我们需要先坐在这里，把文字的都过一遍，然后再上台进行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对，在我们这个排练之前做排，我们会请编剧老师，然后过来先跟我们做剧本分析，然后让我们足够的了解到这个剧本它的 思路理念，那我们会更好的去展示出这个剧本中的这个应该有的这些角色。那像现在我们看这边很整齐，这个是我们办公室，是吧？应试。但是呢，以前这个地方也是住人的。不是这样。所以之前这个地方也是住人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办公室后台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忙。<笑> This is the old staffs who are working here. It's like just like a office here. 对，因为他们负责接洽，我们剧院每个周六都会有演出，然后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说要订座位啊，选座位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好，we can see the curtains here is like a practicing room.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哦，猫咪，<笑>不用害怕，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原生态。 环境很好，鸟语花香，还有小动物。对，看我们这个建筑啊，虽然它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古建筑，修完以后就是尽量我们就是保持，就是不要去大动它，除非就是每年会固定的时间会过来修一修啊之类的。
And we can see the, sometimes we can see the scars on these kind of buildings, but it's, I think this is the value of the tradition arts for all the audiences, no matter for the audiences and for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It's beautiful. 像现在这个顶大家看到平的其实是都是后来给建的因为你看我们这样看出去我们的顶是那样子一个古代的那种尖顶斜顶为了我们现在更好的排练啊学习啊然后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排练场然后我们平时排练的时候大家就会在这里面练功啊排练就是在这一块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面还有一个大房间那是一个乐队间所以是乐队的老师会在那边就是排练对老师会在里边练乐然后还存放一些我们的乐器啊谱子啊他们每个人都有谱架对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演员吊嗓子也会在那个地方就是练习唱腔因为昆曲它是以笛子 竹笛为那个主旋律主乐器所以我们是有笛师每天可以跟我们吊嗓子啊然后还有拍曲啊都会在可以在那个地方这个是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觉得这个这是我们洗手间这个非常非常的可爱哦对这个也是这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出品是施小梅工作室老师他根据我们这个牡丹亭嘛 牡丹亭里边的一些角色，然后设计了一些周边，让我们的年轻朋友会更加的喜欢和想要更加的了解这个昆曲戏曲，就是带动。没错 ，This is a very cute carpet, and you can sometimes you can forget this is a carpet for a washing room, and from the one of the greatest masterpiece of the Kunqu opera is called Peony Pavilion, written by 汤显祖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7th century. 牡丹亭，对，放在这里边呢，也很美观。然后呢，也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戏曲这样温温柔柔这一些东西，也有一些活泼和跳脱，贴近更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些东西的存在。所以它能更吸引年轻人的受众的这样一个眼光和目光，对吧？像这边的话，这个很古香古色的这个建筑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兰苑小剧场，我们的剧场是我们自己昆剧院每个星期都会演出的一个地方。 然后有时候我们排练也会在上面排练。那像以前你看这个戏楼啊，以前这个也是住人的。这个地方也是住人的。现在是院长办公室啊什么的，以前也是住人的。就其实以前包括咱们的演员都是住在这儿，然后再排练再演出。对，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其实以前并没有那么漂亮。这个现在因为是没有观众的原因，所以平常它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 封闭的，就是关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对，因为我们会防止一些可能是外来啊，或者一些小猫呀，一些。我们会把它先关起来。这是我们的空调，开一个灯，我要开一个灯泡，来看一下。And this is a showing hall for the audiences. To enjoy the performance, and we can see this old traditional stage can offer the different tastes of the Kunqu opera and bring all the audiences of the enjoyment and happiness during this wonderful place.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剧场，这也是我们翻建过后的一个舞台。最早以前老师我有看过他们的录像，就是。 非常老很旧的那种舞台，我们这现在全都就是翻新过了，然后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然后呢，像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剧场啊，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我们昆曲的这个展演的形式，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小小的，而且我们在这里演出，我们是不带话筒的，是不插电的，是纯靠我们就是演员的功底，所以。 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应该说是视听盛宴吧，是不带那个电的、不插电的。对，这样的一个剧场。所以演员其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即使是在最后一排的观众，也是一定要听到演员的声音的。是，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很高嘛。我们平时也就是，应该说是，有句俗话说是一天不练可能不知道，三天不练自己知道，五天一个星期不练可能观众也就知道了，所以不可以松懈。
没错，没错，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样一个道理。对，而且现在的话，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会来看戏，包括我们周六会有一些检票啊之类的，都会有一些年轻的志愿者、学生，然后过来就是自动提出，哎，我想要来这边来做一下志愿者。你觉得其实现在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它能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因为现在各方面的媒体啊，还有是宣传各方面，我觉得我们做得比以前更好了。因为以前在媒体这一块啊，其实是还蛮薄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应该跟科技发展是有极大的关系的。现在大家网络很方便，我们做一些宣传，大家就很直观的就能感受到我们昆曲的这个美，戏曲的这个深邃感，不像以前好像觉得距离很遥远，而且远到就是又老，是老，就是在概念里面就是很老的一个东西，完全没有新意可言。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新鲜的血液在这个里边流淌着，都会加注进去，并不是只有一味的老而已。没错， so all the old traditional fashions can become younger right now, and according the artists, they say one of the reasons maybe because the social media transportation to help give the hand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所以现在我们进到的这个房间叫明伦堂。对，这一块明伦堂说来也是有说也是有历史的，它是由曾国藩题的，曾国藩写的这样子一个匾。一直放在这个地方，明伦堂。像这边这个小开间的话，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很色彩鲜艳的帽子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是我们的盔头，这个就是我们的后台了。刚才在前面嘛，前台这个是我们的后台，这一块是属于我们的盔帽师，就是置放每次需要演出之前需要用到的这个帽子，我们所谓的帽子啊。This is all the head gears for the artists.To perform. Now we can see the different colors due to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对，然后这每一顶帽子啊，它就是属于不同的人物，它有不同的说法。你看像这一顶啊，这一顶我们叫做鸭尾巾。鸭尾巾。对，你看它这样毛茸茸的，小鸭子屁股，鸭尾巾。我们一般是穷生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叫做鸭尾巾。然后呢，像这一顶其实造型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感觉，对吧？对，但是它有一个这个对的一个装饰，感觉大就觉得差不多，其实它是有区别。你看这样的一个飘带，是上面这个没有的，它呢叫做小生巾，我们叫做乔郎巾。对，是一般读书公子戴的这样的一个乔郎巾。所以它会相比这个会秀气很多，这个就觉得哎呀，虽然萌萌哒，但是还是感觉这个身份啊和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对，你看像 像这个呢，我看这个颜色非常鲜艳啊。这个我们是叫做领子，这个是一个盔帽盔头啊，一个盔头。对，它很重啊，它看起来很重。对，然后像这个盔头都是由我们的师傅手工制作的。从它的画打板开始，就有那个师傅先要在稿纸上面先要画好设计好它的纹路，然后再经过雕刻，然后经过上色，然后像这些都是手工研制的。对。Yeah, because all of the head gears are made by handmade, so we can find some scars and some details that is not so perfect by the machine, but this is the art, this is the value, and this is a, I think this is the glamour of the tradition. 那一般你看像这样带领子的，我们都是应该说是武戏演员，就是武会带这样子。没错没错。对，一些将领啊，像周瑜啊这样子，周瑜，然后还有那个吕布，他都会出现这样子的领子，我们叫做领子身。OK, 非常感谢带我们参观了这么一大圈，让我们了解这个这个整个咱们的这个园子的一个概况。那么接下来可能我想要单独去了解了解我们真的演员这个背后的故事，所以下一站看看能不能让我们了解一位这个演员，有代表性的演员，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样一个舞台表演的这样一些故事。可以的，我觉得从我们演员最直观的开始吧，我就觉得
看一个演员看什么？看脸。看脸就是说到我们的妆容了。那我觉得我们从化妆间去看看，从化妆间开始，从妆面开始了解我们的演员。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下一步就是我进去探访一个演员，也谢谢您带领我们走这一圈，谢谢。好，So next time and the next time I will talk a real Kunqu opera artist, and he's just making up his. 老师您好。嗨，你好。所以您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是？我现在正在化妆。现在正在进行我画的妆面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眉毛画好。好的，我们可以在旁边欣赏一下你最后的这样一个步骤。Okay.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yeah, 这个妆面呢叫做红白妆，可以看到我的妆面的主要的颜色就是有底色白色以及这个脸颊眼眶这个部分的红色为主要的一个基色构成，所以主要是这个红白两个颜色，这个两个颜色这个所以叫做红白妆。所以你画的这个角色在咱们这个戏曲里面叫什么名字呢？是哪一个类型？我所饰演的呢是小生。小生在剧中一般是饰演一些翩翩公子、风流倜傥、才高八斗，这个车见车载、人见人爱的。So, the roles of a Kunqu opera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including the 生 means male roles and the Dan.Female roles, Jin means painted faces, and the Mo means aged male roses, and the Chou and clowns. And here the artist showing us is one of the categories called 小生 in the 生 rose. And 小生 means the younger male rose. It's very attractive and eye-catching. 看起来非常的英俊，对，潇洒的感觉。对，这个妆面大概完成。一个妆面的时间大概是多久？这个妆面的话至少要在一个小时画完，所以看起来这个妆面还是跟平常的这个我们自己画的妆是差距很大的。这个妆面的话会浓很多，对，而且它在五官的比例上面都做了很夸张的处理，比方说眉毛，我们的眉毛一般生活当中都是剑眉或者柳叶眉，但我们在戏曲当中眉毛要夸张，所以会画成这样子一条直线。然后在眼线的部分的话也跟我们平常画的生活妆，女士画的生活妆不太一样，女士画的生活妆的话眼线往往都比较窄一点，很细细的一条，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妆面就眼线比较厚，非常夸张，比较厚。So I can tell very clearly from this kind of makeup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girls' makeup. I think, yes, it is kind of the a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the audience is sitting in the last row can see clearly on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faces. But it's really, really attractive.所以您这个是最后在做眉毛的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妆面了，是不是？是的，一会儿还会带您一起体验我们的勒头。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这个穿戴啊，整个的我们要把这个头要勒起来呢？因为我们在上台之前的这个眉眼就是画的眼睛和眉毛会比较平一点，通过勒头就会把自己的眉角眼梢它会往上掉，往上掉了以后会显得人会很精神，这就是勒头的作用。是看起来精神了很多等会加上盔头就更精神了。好，好，我请我们的勒头老师过来好不好？哦，还有专门的老师要勒这个头。对对，是的。So we got a special staff, working staff. 洪老师在吗？Help this kind of hairstyles, different hairstyle, totally from the normal ones. We're waiting here. Actually, I want to try and give it a go for this kind of different special hairstyle here. It's very, I'm very curious about this one. 马上来。Yeah, 好。
所以他会很疼吗？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其实平常已经挺恐怖的那种感觉。等会儿，我先勒一下，勒完了以后我带你体验一下，好不好？就让你也感受一下戏曲的勒头的感觉，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直观的感受告诉我，这个勒头到底疼不疼？真的很恐怖，我觉得。不会，一点都不恐怖。有没有看到这个华丽的头饰？哦，对，刚才正好我们老师有介绍这个头饰。这位是我们昆剧院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洪亮老师，他是家传的手艺，制作盔帽、制作道具这一块非常有名。对，那就麻烦洪老师帮我，麻烦您，对，帮我头勒起来吧。这第一步呢是。用我们的网子 I think the, walking 把我们的头发要盖住 kind of different head gear, 然后看到这两条带子吗 to do this kind of makeup. 这两条带子的作用就是勒住自己的皮肤 and the two different sticks is to help 这一下子就把 control 皮肤 skin and hair 给拉紧了I'm just standing here and 这一步呢是保险 feel this kind of a hurt. Jeez, 防止这个头带往下掉 understand. 这看起来就已经很疼了这一步还好还可以吗、因为它已经 有那种勒起来的感觉了 那这一步呢叫做水沙我们的水沙就相当于是在戏曲舞台上展现出我们的头发的部分。古代人的 this instrument is help the audience to understand this characteristic. 对。It's kind of like a fake hair to decorate every actor and actress's performance. 这黑色的部分一定要服帖一定要平整那以显示出自己的这个头发发型比较整齐 and making sure that this kind of a fake hair to be seen clearly and tiny and a suit 对吧 for this character 现在是什么感觉现在还好现在就是包紧的感觉在我刚刚说的小生这样一个行当当中它其实分了好多细分的行当有翩翩公子它最主要是年轻的读书人然后也有做了官的头上戴着乌纱帽的官绅然后也有落魄的头上戴着鸭尾巾的叫做穷绅那我现在戴的这个叫做紫金冠它头上有两根长长的这个野鸡毛我们把它叫做雉尾身雉尾身是代表一种什么样的身份雉尾身雉尾身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展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孔武有力的身怀武功的武将So this kind of makeup is included in the Sheng characters. We have the Lao Sheng, we have the Wu Sheng and the Xiao Sheng. Lao Sheng means the aged male rose, and Wu Sheng means male warriors. Mm-hmm. And Xiao Sheng means young male rose. And here we show our audience, it's called Wu Sheng means male warriors. 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这个林子的用法。我可以在外面。来简单的展示一下天哪这个看起来非常难驾驭了已经对好你就这样子可以吗好会不会这样顺光一些可以嗯哼您跟我们来一段吧要不然既然都已经戴上了、这个、掏铃子
这是武生的亮相。This is how the male warriors show his performances to the audience. 双涛林子。显示出他很非常孔武有力。It shows the strength and muscles to the audiences about this kind of gesture. 对。To use the two hands to help with the decorations. 嗯哼。那我现在身上穿的呢，这个叫水衣，再加上这个鞋子，是我们练功上舞台用的，叫做后底。古代的人一般来说是比较有身份的，读书人也好，做了官也好，或者说是孔武有力的武生也好，往往都是比较有身份的人。那么他们穿的鞋子就跟一般的这个贩夫走卒不一样，他们会穿上像这样子的厚底高靴。所以这种厚底高靴是专门就是为了不同的身份去的。是的。So this kind of a different shoes is we can see is very very high, and to show the different.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dentities during the old society. 嗯哼，倒是有点像女士的高跟鞋，松高鞋。是有点。对。异曲同工的感觉哈。是的。有兴趣试一下吗？莫名高大上起来了。我可以试一下您的这个帽子的这个部分。嗯。我们来感受一下。好的，好的。小心，老师您小心。所以如果这个我戴的话就是女小生是吧反串对啊所以是一样的、这个、一样的步骤对吧对、还有就是女生的话呢在昆曲当中就有一个专门的行当叫做旦旦的话当中也是分很多个细分的行当对应不同的年龄段对应不同的身份有五旦六旦刺杀旦然后就是会武功的那个五旦五旦的话呢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旦往往说的是这个千金小姐不出闺房的这个千金大小姐所以也有一称叫做闺门旦六旦呢往往都是一些小姑娘小丫鬟叫做六旦老旦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做奶奶做妈妈的然后还有一个叫正旦正旦的话往往都是三四十岁就是成熟的成年女性那么我们要不然来体验一下 Yeah, right now I want to give the girl to be one of the characters in Kunqu opera 这个还是请我们的洪老师来吧老师请吧老师帮助我一臂之力吧对头发扎起来好的我们把头发要先盘一下扎上去就可以了扎上往上扎需要把它弄成一个团子还是对对对对弄成一团可以可以好的前面给看好的这个头发首先要把自己的头发要把它往后捋不能有杂毛 OK OK 好的然后就是要谁说不疼还好没到疼的时候呢这个要不然洪老师来帮他在前面来带一下因为我可能没事哦这个压到耳朵了没事这要来这要把耳朵让出来吧好的哦我的天！现在感受到了天哪，这简直紧迫感吗？我的妈呀！一根一根的，一根一根的。好的。Sorry,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express myself. I don't want to make this show
my last show during my life, but... 这绝对不是你 last show。我们已经手下留情了。但这个已经很紧了呀，我的天。还好，不算紧。勒得算松的。谢谢你啊。毕竟不是专业的。好，谢谢。好的，这是头发的部分。这个部分呢还好，不是很紧。然后就是我们的正餐紫金冠，好的，这帽子有几斤？这个帽子还算好，不算很重，大概哦，一堆头发下不去，我来往下扣一下。好的，老师，手下留情。手下留情。老师不用扣，扣不到后面也没关系。老师，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感觉如何？谢谢。就在动了，我有点饿。好，可以了。你可以说了。好 ，Okay. It's very, very beautiful and, it's at very first beginning it's hurt, but actually I gradually fix this kind of step, so think I look wonderful, I feel good right now, but I don't want to wear this one anytime during my life. But I won't try it. 这真的大概感觉有几斤，感觉戴上去以后就是没有包时候的那么紧张，就没有那么紧了。就是感觉比较重，感觉比较重，但是比我想象中，但其实勒的那个第一下还是比我想象中的要。那是因为没有，那是因为你的头发滑下来了，就是其实你还没有勒到紧的状态。其实我还没有勒到紧。对，没有勒到紧的状态。但是真，老师这个帽子真的超好看，对吧？真的，这个帽子戴上去以后，整个人我觉得都不一样了哈。对。我感觉虽然更加英俊一点。对，我虽然不知道这个角色，但是我已经感觉我好像。其实有这样一个角色，那个挡马，挡马里面的那个。挡马是。将军啊，是将军啊，扎金是吧？那另外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怎么样，老师？感觉怎么样？帅呆了，帅呆了。And the taste is very, very interesting, and which bring me just like an outsider to into this ki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Kunqu opera. And right here, right now, I can find the reason why more younger generations and more younger Chinese.Adapt to this kind of culture, and they would love to go into the theater to try and to enjoy ou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very lovely, and I also hope you guys could walk into our theater to try again. 真的非常棒！哇，真的好漂亮，这个帽子是吧？自己非常非常好，自己被自己迷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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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优秀了。好的。那也谢谢老师今天给我们的介绍，不会不会，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感谢感谢。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